之前的最后一个演出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其实你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他们已经
谢谢大家，这样子韩哥很累了，我们让他休息一下，一会儿他还要给我们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谢谢，休息一下，辛苦了，好舍不得啊，我眼泪都。